打气球，打气球。我瞄这边，他把气球往到这边。我刚好拍得到，我在里边。我是从来不会玩这个东西。现在我们打第二个。起风了哟，两百的影响就更大了。用这个打了嘛，相当于是用这个308的子弹。过了 ，nice， 来继续，相当于用308的子弹在哪个距离呢？在750码的距离打了。